你是不是每次撒娇都能达到？记住就好了。一起进入，真情六十秒。我们两个在一起已经有两年了，这两年来时间挺长了。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你也对我很好。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好好的在一起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和我分手？我是真的很爱你，我离不开你，真的。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我能忍的都忍了，我能哄的也都哄了，我实在是被你逼得没办法了。假如说如果今天你能够和我和好，你能够做出改变，但是你又能改变多少呢？你自己恐怕也不那么确定吧。我真的是受够了，我太累了，放过我吧。女生那是什么呀？妈是我送了她的恋爱券。哦，恋爱券是干嘛的？里面就是有亲亲券、和好券和不分手券。那个券是什么券啊？和好券。哦，这是和好券是吧？对，只要某一次如果我生气了的话，他只要马上拿出那一张的话，我就能不生气了，就能够满足他的要求。啊，哎呀，这好像我印象当中我们家闺女三四岁时候过家家玩这个。您多大了？24。还玩这个呢？有意思吗？您这胶皮手套什么意思啊？我是希望她不要像小公主一样的去生活了，应该学会成长，学会自己独立的去做一些事情。你都要跟人分手了，你跟人讲那么多道理干嘛呀？你不是分手了吗？我希望他能够做出一些改变。好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谢谢两位，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来，姑娘，不哭了啊！真的，公主都是有尊严的。
绝不是靠别人的宠溺和宠爱。真的公主知道如何骄傲地活着，让别人发自内心地去爱她。谢谢你，请回吧。